所以像我这一副眼镜就是专门设计给，所以像我现在戴上这副眼镜很神奇，就是我其实是，左眼跟右眼现在看东西就是好像右眼比较不清楚啊，所以很神奇的是戴上这副眼镜看起来就是目前这样看周遭环境，就是我右眼好像是模糊的啊，左眼是清楚的啊，原本就不是。所以我现在戴上这个眼镜看，就是正常环境就看起来很神奇，就是右眼是模糊的啊，左眼是清楚的。但很特别的是，就我只要坐到电脑桌前面看东西，就真的是就是完全客制化，就是那个距离，我就是要在那个距离长时间的工作，然后我就是打造一个完美的符合这个情境的眼镜，真的是超帅，这个应该平常的眼镜店是根本生不出这种东西吧？它顶多帮你把度数吧，可能降低一点啊，或干嘛调整微调这样子而已。我这个是，哇塞，什么鬼？超帅！所以我现在戴上这副眼镜，所以我现在戴副，所以我现在戴上这副眼镜看周遭环境，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状态，好像是眼镜配坏的感觉，就是。所以我现在戴上这副眼镜，真的是看起来很神奇。就是我在看周遭环境，这样正常这样看，是右眼是模糊的啊，左眼是清楚的啊，这个是好像眼镜被配坏，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可。所以我现在戴上这副神奇的客制化眼镜，就是我现在看周围是有点糊糊的，然后右眼是超糊，然后左眼是清楚的，这样就是一个神奇的状态。但是我一坐到电脑桌前面，那个距离完美，那个客制化距离，哇塞，是完美状态。就我们平常在眼镜便宜配眼镜店，根本配不出这种东西吧？就只有这种客制化可以生出来的东西，真是超帅。